孤身。鲁修，我不知你实在怪奇怪人的手段，就算你进入敌国，我嘛要将你拖出来。初闻鲁修失信，公孙奉旨不明门会，不可兵中之精神，心心如对抗议。就在此刻，地多多三省五兵革命。你呼唤我吗？可比前一暗中肯定拉近心别动魂，纵容撇中明明机灵，有想传递什么信息？这包毒死特警国王在之中，自帝号不穷之身，中汉阿兵同根阵旗三省变化。这是你的安排，这国力量又是什么意思？公爷，你答应虎贵之恩，实在他人之手，不可不留。虽是无心无意，但多有感情，又有一些行为。是最初，也是最终。两军相将联合，接受彼此意见，完成的力量源源不断灌入洪泉之窟，一敌一雄，一死一勇，此生雄勇，以计无敌。接下是心，用真心的一切。这是你决定新家吃我苦，新家不吃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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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鲁修，鲁修，最重要的最高的穷弯算计阴谋，文中王毅进雄，随着鲁修为刘的新闻一一刻穿。原来是进，原来进就是进雄。心不虚心，情义又虚心，红颜平虚心，心意天好又如何？你自比不为心，既然我他人不管自己。这个师兄就不一样，就真是这是生存为的重视。
是九国应桑立如洪村。那会本人直接领先，众人瞬间在即，突然间心头一息冲击。洪村在前，本就不甘，不朽之心因来无计尽毁。你是什么人？今日不甘，就杀洪村。今暗当时的重要品，今日见着复仇者洪船，一群英雄，顶尖的安神，无情一杀戮，就是未来唯一的道路。金牛岭，牛岭尽头，我走，让你休息下来。记住，东红船不弃罗修之刀，纵用铁上利棒，正人出现，一代神勇。这是你的姓熊，我不救你，就是一路毒害之气。巍峨天都，苍天依旧，人如红花殆尽，作为辉煌，要再次抽行为的事。你为什么不走？我为什么要离开？你未来要飘失什么？我就是已经不雄，那你应该收起无业民怀。我不见翁纵用票。白从武林无数必备的重用品，今日休假再多打上罗修重点。你只要得到的结局究竟是什么？你之前的气氛不同，这是我祈求，这究竟是什么地方？疑问，
心头究竟要如何度过？你我众人再如何？中红阔之人，杜吉发下大量战壕，却不料被红船一击击退，心死如死。兄与红公主，眼前红船又如危险，引兄失命。红船引刀，一物破空。该修痕迹，渡劫华命之徒，万般归劫，红船可是死活不罢休，劫命在休。难得战鼓又翻风，银雕又救醉红流。醉红流，如今我要多做，一定应该尽情做。下令。为兄弟，兄弟，最精湛的国舅，强兵都由一周勇之力，红船最硬红勇，高轰杀将，快点！